的名字叫叫。今天欢迎继续收看《吉他 Review》，我是一主人叫。今天我们来拍一辆新的 Dominica Premium， 就是这一辆，名字叫 JFDS Type 16 Mavericks Combat Vehicle， 编号是第16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辆 Premium 这辆车盒子。首先，你可以看到它，这是它的名字 JFDS Type 16 Maneuver Combat Vehicle。然后，这一个就是它真正的车。我们来看它的旁边也是有它的名字跟它的照片。我们来看它们的上面，它们的上面呢，就是它真正我们开出来的这个。那个车，然后这两个都是功能，带我们来看一下功能有什么啦。我们再回来看了旁边，下面也 OK， 我们去开箱。这个就是它，我们自己你所看到的，现在就是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配件。我觉得这个配件是装置在这一个洞里面。啊，太好了。OK， 就是它的。非常喜欢这辆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就是 JFDS Type 16，因为它是一辆军事的炮弹车。非常喜欢炮弹车 ，design 非常不错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 JFDS 16 manifold， 如果前面就是有一个小的星星。好，我们再看到旁边的，它的轮子也算不错，它非常的不错，跟普通Dominica不一样，而且是真正的车。后来我们再看它的后面，好，第二个就是它的旁边。回来前面，看车底一时可以看到这样 JFDF， 然后它这里面是写着16 NCV， 我不知道什么，而且是2018年，是去年上车的。 Alright， 我们来看一下功能呢，其实它是，首先你可以看到这炮弹可以上或是下，和可以转，可以这个是这个东西可以转，我们可以转左，这里，这里，跟回来原本的前面，这个就是它的功能，非常的喜欢。到此为止，如果你想要第一个人
知道我的下期的话，请按那小铃铛跟按 subscribe 吧。我是今天主持人 Joe， 我们下一次再会面，拜拜。